哇塞，这个轰动轰动，冒险啊！哇，必须跟冒险说哈，我们今天呢来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粉丝团哦，当然呢还有我们在地的很多太阳宫的乡亲好朋友们。今天这一次哦，我们呢这次在筹备这个太阳宫的晚会的时候，我们提了好多好多好多名单哈、哦。我把陈梦贤的名字摆出来哦，好，就这个啊，今天啊，是不是好好的来跟我们所有太阳宫的乡亲朋友们打个招呼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，安很丢哦。啊呢，苗栗的朋友，安太阳宫的信徒，啊，各位粉丝朋友，大家阿妈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，快乐快乐，红包一个来，啊不是哦，那是过年才有的对吧？中秋节不是在讲哦。哦，中秋节团圆呐，我们跟大家团圆。哦，中秋团圆，一家烤肉万家香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感谢，感谢。谢谢孟贤今天跟我们同乐，然后我们现场粉丝这么开心。我刚刚还看到那个礼品里面的姐姐，真的跳得好开心哦。哎，庙内底阿姐。哎呀，哎阿姐，嗨嗨。阿姐，你哪里底下啦，阿姐啊？工作人员顾礼品很认真，但是在里面听音乐听得很开心，就是有一个很开心，因为他很显眼，我想奇怪那里面有一个人穿得不像荧光棒的时候，哦，很帅耶。好，后面的朋友您好。哇，刚刚那个轰动，连后面的那个手电筒都举起来了，挥起来，哎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哎呀，光明灯哦，哈，感谢感谢。哇，好开心！今天孟贤第一次来到太阳宫吗？对，第一次来到太阳宫。哇，今天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客家庄的感觉，有没有特别的热情？哎，真的好热情！我刚才出来哇，被你们的热情烧到了。原来我们客家朋友都那么热情。然后都那么亲切，你讲对不对？有、yeah. 啊，客家朋友哈、哦，我想用谁我那边都我不太会直接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谁会安讲？谁会安讲？东江东江东江，哎呀，我们东山过台湾，无半点钱。目前就是把所有坏的都讲了，都讲了都讲了，还有比较不好讲的。我怕他们又要笑我了。啊、哦，比较不好讲的是什么？你们想听吗？啊，你们会不会骂我？不会。不会啊、哦，因为我会了两句哦，都那个朋友教我的，比如说那个楼梯很难爬，有没有？楼梯东难爬。我这样有啊，那个有标准。有哈、哦。没有啊、哦，没有，那个你是客家朋友吗？你吗？对吗？啊、你说七十分而已。你教我怎么讲？你来来，大家等等，开客气，先来，我讲起来来。柳垂东南撇。东南撇的。啊，我怎么我念起来都怪怪的啦？哎，还有那个。还有一句哦，还有那个摩吉啊，用的洗牌，哎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这次有标准吗？这次有标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次有七十分吗？好像也不到哦，不到七十分。刚刚那个还稍微标准。哎啊、那你再教我一次来。用的洗牌，用。娘娘，这样以后会不会没有人敢让我来啊？因为我都讲不标准。讲不标准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直接去那边吃娘娘的起来。那边有还有吗？对不对？还有，等一下直接请你吃。真的啊、哦，非常开心啊！今天中秋节啊、哦。明天啊，明天中秋节，然后提早在这里跟大家过节哈、哦。是。啊，希望今天用我的歌声啊、让这个连假哈、哦，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啊，听到我的歌声好不好？大家一家团圆都可以平安健康，您说好不好？大家都
秀海海哈，秀海海。好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让孟贤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互动，带好听的歌声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今天是连假的前一天，正要开始了哈，所以我今天后面三首歌，刚才第一首歌我叫《望月想你》，因为中秋节嘛，应景节。那接下来这三首歌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。然后这三首歌我今天都特别安排要让你们唱，然后要一起嗨起来，帮你们那个连假让你 有一个动力，明天要出去玩，快乐的连假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慢慢情绪先不要那么嗨，一点点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帮我唱后嘿后嘿，你们会吗？啊，不，我在地的在地乡亲，你们会不会？不会，我先请粉丝示范一次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哦，我来唱，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大妹，你们要彩排吗？不用啊，不用，直接来的呢。这么有信心，那我要唱了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干一杯送给大家。好，飘记忆啊，人我就是飘底，人讲台顶若无飘，人客坐袂掉。啊，我若无够晓，恁记我的名记袂掉啊！恁讲对唔对？啊，恁是要爱看我正经，还是要看我晓？啊，恁拢无正经，真诶！人我嘛是足有气质诶啊！靠！哎呀，我足有气质诶，只是我诶气质较少，吼、啊无。我普通是迄是讲哦，我伫台顶要大家笑，我较会安尼只笑只笑。啊无私底下我是做气质，啊生了烟头，佮生了够古锥的。啊头前有反应，后壁咧拢无反应啊。后壁是拢困去啊，吼。唱歌袂使甲我困去哦，恁后壁哈。我虽然哪唱歌，我有哪目睭在看你嘛。嘿，哪目睭安尼切我对的，我会唱较大声，会甲你嗌起来呢。哈哈哈！啊，你搁有想要听什么歌？什么赛？哦，什么拢会赛的。啊，无安尼团啊好嘿。啊，即摆换啊安尼啊。好唔好？我这条歌哦，可能苗栗的乡亲可能暗捌，可能较少听我唱，吼、哦。啊，恁赶快来唱一个啊，安尼。啊，我叫伊示范，互恁听好唔好？好、哦，我叫伊示范了吼，啊，恁听看麦啊。我来唱。风啊啊啊！风云的落山风。有声音哦，咿呀呀着。安尼。乡亲，恁拢会晓未？会。安尼，全部互恁示范一，全部互恁唱一届看卖，好唔好？来哦，示范一届哦，爱较大声的哦。好啊啊！风云的落山风。你是去用强干的？嗨，爱干的，哈。我唱这条哦，可以。下去走到中间跟你们握个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，我们先说好，因为最近我那累吼，拢有人偷摸我的脚床啊，啊无就偷搞我金呐，啊后一种搞我念的呐，啊我相信俺苗栗的乡亲大家拢做有气质的，应该袂安尼搞我念啦吼，袂啦吼，啊唔好搞我帮哦，哈。哦，会甲我笑吼，哦，好好好，啊，恁无激动哦，好唔好？安尼我要唱歌哦，啊，等下中即撮爱准备好，我要来行一下，我走一下星光大道的。啊，这会啦，我头前会甲你顾啦，好唔好？我团啊安尼用用的时把，我甲你请教到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甲你握个手的，好唔好？啊，接下来一起唱好不好？来，落山风。那个。好好好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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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有听够吗？想不想要再听？谢谢谢谢。谢谢你们要喊哪两个字？凤姐没有听到，大家一起再。你头下看我落，为啥呢？南投指南宫迄只金鸡喎，安尼烧安尼蒙安尼啊，蒙我安尼蒙了发财安尼，啊，这个钱喏，啊那啦，啊那对一个啦，嘿啦，你免紧张啦，嘿啦，啊谁甲你翕啦？啊，这个人啦，嘿啦，啊看头前啦，嘿啦。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阿哥，哥要听话无？要，心甘情愿。啊，等下要听歌哦，跟你讲哦，后一个哈，今仔后一个，等下佫有一个鲜肉男歌手，我叫颜之啊，啊，台语可能叫做颜之啊。你等下伊拿出来，你甲问看嘛，伊名字是名叫颜之。阿姨是我的好朋友，啊，唱歌真好听，去听因导。啊，等下我若唱了吼，恁搁坐来甲听伊的歌好唔好？因为我甲你讲哦，因为今仔吼，我两个坐共一台车，啊，所以伊唱了我开始在走，好唔好？啊，所以恁若老罗要甲伊鼓掌，甲伊支持，恁讲好唔好？好哈，好。一等下我啉一下甘露水的，有够水大。啊，现在来最后一条歌，整场让他刺激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如果想要爬起来跳，啊，你们就嘿嘿嘿嘿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来，我不吃，我爱你。